是我们家大恩人，自然要以最高的规格招待。林子明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，我家的事儿就是林子明家的事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呀、啊，你是我们的大恩人。这样呀、啊，我和程一啊，从小一起长大，真羡慕你们啊。不用羡慕，我和他从小打到大。你拉倒吧，敬你靠拢。我小时候都没有这样的朋友。那你和你姐不经常一起玩吗？我们是堂姐弟，很少见面的。你瞧瞧她，一提你姐那眼神。偷偷告诉你，我姐下个月过生日。哦，是吗？回吧，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，我记得路。那不行，二姨特地让我来送你，我要执行不到位，她不知道得怎么罚我呢。真羡慕你和程一啊。羡慕什么？羡慕你们的友情，羡慕你们拥有这么好的二姨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刚才二姨不也说了吗，那也是你二姨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还有什么羡慕不羡慕的。对，一家人了。真的可以了，就到这儿吧。那行，你回到家给我发信息，省得二姨他们惦记。知道了，快回去吧。陆向林，怎么了？有空一定要回家吃饭。